苏格兰高地是英国自然风光的精华，这里隐藏了一条绝美的公路 NC500 北海岸500英里路，自己揸车穿越高山、峡谷、古堡、大海、旷野、草原遍地牛羊，感受大自然的天气变幻，探访被时光定格的乡村生活，美景在路上，出发。今日是自驾旅游的第一日，昨日由东向西飞了十几个钟，终于到达了英国伦敦。就第一日，我哋第一日嚟到英国，琴晚九点几十点入嚟 check in， 咁啊住喺 Marriott 都叫做靓酒店啦。咁啊而家今日要行八个钟啦，四五百英里去 Glasgow。咁啊。这次租的车叫做 Grandland X， 是五门城市 SUV， 1600cc Turbo Charge， 八前速自动波。听过这牌子没有？ Vauxhall 啊，我年轻时候买过 Vauxhall 啊。 Vauxhall 是 GM 车厂的车，这架车都麻麻地，新车来的，2000公里啊，不过太轻飘飘，不是很好驾。这个今天精神啊 ？OK 啦，但琴晚瞓咗，我谂都有三个钟头嘅。好，好啦，咁啊，预备出发啦，吓，好，上车。拜拜。我哋就住喺机场附近。离开酒店，直接就可以上 M1 高速公路，一路向北，直驶去苏格兰。英国交通规则同香港一样，对我嚟讲完全冇难度。我哋原本可以坐火车直接去格拉斯哥，再租车，车程只需要五个钟。但系考虑到要带住行李喺市区转火车，加埋等车嘅时间，同埋到达之后市内接驳交通嘅时间，估计亦都要七个钟。不如自己揸车睇风景更加舒适啦。开车开了几个钟，前面塞车慢行了，不如落高速去旁边的小镇吃晏昼休息一下了。现在是中午时分，服务区停车场人多车多，因为夏天开车露营的人很多，沿途在高速公路都碰得到了。
呢度咧有特別長嘅專用車位，留俾呢啲拖掛露營車。商場嘅面積都幾大，都係一啲連鎖快餐店。唔好咁高要求啦，食得飽就好啦。食完簡單嘅午餐之後，離開加油站，準備上高速啦。哇！哇！好多我喎，就係正話嗰堆我啊！哇！影相，我。比牛左路就左得多，羊系嘛？牛羊多，我话第一次。而家已经系下午四点钟。我哋喺 M6 高速公路，一路向北，两边风景变得比较开阔，都系幽灵草地，一派高地风光。晚黑六点几。就到达咗格拉斯哥，呢度系苏格兰嘅第一大城市，古老嘅建筑物周围都见得到。先揸车喺市区揾到我哋租咗嘅 Airbnb 先，停车放好行李先出嚟行啦。嗱，你转入去就系呢个小区啦，由房间向外望咧就系呢条克莱德河 River Clyde， 佢贯穿咗成个格拉斯哥市区。夏天太阳落山落得好迟，放低行李之后，我就同 Kenrick 去河边周围玩下啦。今日诶嚟正式旅游第一日，由伦敦揸咗八个钟头车到咗呢个格拉哥斯沙岛。咁而家喺呢条河咧，喺呢个河好正。咁我哋今晚住喺呢度，就系住喺对面嗰座楼啊。嗱，我睇下咧，就住喺对面嗰度嗰座楼顶楼啊。一个大厅，两个房，大厨房，有厕所，啊几好住喎呢度都。这个城市十分安静下嘅，冇乜人。咁我哋而家去行去行下街，去酒吧睇下，超市买下嘢先。好，继续行。16世纪初期，格拉斯哥已经系英国重要嘅宗教同埋学术城市，亦都系苏格兰对美洲嘅贸易重要中心。18世纪呢条。克莱德河 River Clyde 经过疏通加深，大船咧可以直接由北海通航入到嚟格拉斯哥，使呢度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嘅造船业中心。天色慢慢暗啦，听日先再玩过啦。我哋租嘅 Airbnb， 厨房同客厅都好大，由窗口望出去就系克莱德河 River Clyde。琴日赶咗一日路，今日正好休息一下，漫步下格拉斯哥嘅市中心街道。
格拉斯哥的街头涂鸦艺术 Graffiti 是世界有名的，很多规范化合法的街头壁画是著名的地标。一路慢慢行过去咧，周围都见得到嘅，好有特色。呢条克罗德河嘅古老铁路桥，充满咗十九世纪嘅工业风。再参观在河边著名的格拉斯哥交通博物馆。最早期由马车进化而成的汽车，除了改了由机器推动之外，木制的轮胎、钢片避震、木制的车厢都是沿用马车结构。这架古董福士 van 仔改装成的露营车跟现代的都已经很接近了。博物馆的屋顶形状好像山谷，室内空间呢就好像个隧道。这一架是真正的蒸汽火车头，所有锅炉、蒸汽管道、阀门全部都保持在工作状态。汽车的展品太多了，全部都挂在墙上，离远看呢好像玩具模型。除了展出各个年代的私家车之外，也展出了各种商用的车辆，居然有婴儿车，还有救护车，真是不愧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地。这种古典双层电车应该是香港电车的始祖。这里重建了十九世纪的街道展区，有马车，有旧时的铺头、地铁等等，还有我们熟悉的双层巴士。博物馆前面停泊住大帆船 Glen Lee， 呢艘三艺铁壳大帆船是1899年为当时格拉斯哥的船东建造的，用来做货船。1922年就成为西班牙海军的训练船，后期破损不堪，被人拎了去拍卖，准备拆做废铁。由格拉斯哥的有心人士筹款买了下来，拖回克莱德河他的出生地重新修理，再停泊在这里展览。这只是在克莱德建造的船，仍然能够漂浮在水面的全世界的五隻里面的其中之一。今天在格拉斯哥目睹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文物，增长了不少的知识。明天继续向北，开始 NC500 的旅程了。